经过美丽苍郁的吉吉绿色隧道，您会发现在虹桥西岸边发现一栋充满南洋风情的慵懒小屋——棕榈泉民宿。由于民宿主人对田园风光和巴厘岛风情的热爱，他挑选最好的建筑材料，从架构设计、建造施工和整体装潢都亲自参与。房间以度假风格为基调，空间简洁明净，附有超大型浴缸和别致的造景庭院，散发浓浓热带岛屿风情。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享用完私房早餐后，不妨选择民宿设计的特色行程，来趟轻松惬意的南投之旅吧。